相信追剧的剧迷们都已经在微博热搜上多次看到凤凰、小葡萄等等热搜，而这些都出自于杨紫、邓伦、卢云熙等领衔主演的电视剧《香蜜沉沉烬如霜》。杨紫作为一位敬业的演员，拍摄的多部电视剧都得到了观众的一致好评。接下来他的另一部仙侠类电视剧也即将迎来复播，也就是《天机之白蛇传说》。这部剧其实七月份就已经在爱奇艺上映，后来因某些原因遭到下线。让人皆大欢喜的就是这部电视剧即将迎来9月27日之前的复播。这部电视剧中改编自《白蛇传》，杨紫饰演的角色正是赵雅之前被饰演的白蛇，而任嘉伦饰演的则是药师公公尚许轩，两人之间将上演前世今生跨越千年的爱情故事。既然是改编自《白蛇传》，那么肯定有不同之处。从剧照中我们就可以看到活泼可爱的白夭夭和深情沉稳的许轩，相信在众演员的演绎下，下一个爆款的仙侠剧即将诞生。在这个喜大普奔的时机上，与电视剧同名的官方正版手游也将在9月20日上线，彼时各大手机应用商店都会有它。这款手游是由蜗牛酒音工作室匠心研发，由蜗牛数字、欢瑞游戏影游联合发行。这款手游中融入了许多新的技术，例如真人动作捕捉、3D 扫描技术、实时动态天气变化及昼夜变化等等。其中 3D 扫描技术更是被首次引入国内手游之中，通过拍摄多张序列图片，360度覆盖演员面貌、场景、服饰细节，依靠数据计算还原 3D 模型，经后期材质加工，在游戏中艺术化呈现影视剧内容，做到影中有游，游中现影，完美融合，满足电视剧迷和手游迷的双重极致体验。手游中还有诸多吸引人的地方，制作精良的画面、服饰、场景。当玩家打开手游界面时，